阿爸，哎，嫂子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好事啊？有好事，我家里面有点骨头，送给你看一看吧。家里面骨头送过来给我。嗯。啊，我看一下啊。这个里面吗？对的，你这个里面。有几件？两件。两件。两件。嗯，两件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没有了啊。这是个水的袋子。嗯。哦，这个没用了吧？没用了。这个鸟叫古董啊。啊，鸟叫古董。这个是个印章呢。这个都是钱了。今天我就走着呢，这多大一罐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走着呢，这多大一罐时候留下来的。嗯。大官啊，大人物的，这么大这个印章，这是一个大的积雪石的印章，啊，这是，然后我看一下。别烧猪了啊！我就不等你了。哎，那放心了，我开个店子还烧猪呢，不放心了，嫂子啊。反正越买越卖了，你愿意卖给我再买的了，我先给你看一下啊。嗯。好吧。嗯。这是印泥，我那个印泥都是古董的。你看，我那个印泥都是古董。这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就是你那个祖辈的名字啊。嗯，对。啊，这个还是很大。你看一下，它有16公，15公，15.6高，它也有3.6，很大的一个印章是，这里你刚刚讲是祖辈当官的家里面的啊。哎。差不多一斤，495.6克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啊。然后这一件也卖是吧？哎，这些卖。这个是一个手把件，以前那些庚子哥啊，挂在这个身上的，扭在身上的啊。这个是个平安扣一套，这个是这里是一个橘子啊，这个就是玛瑙的，就是玉神石的啊，这个上面是黑曜石的。这个应该是后面配的啊，这是以前之前这个玉石老的啊，那个玉的话它磨损啊，然后它那个光很光滑油润，但是它那个有古香古脆的那种味道还是，我看一下的啊，然后这个里面的没有一点杂质，看一下通透的啊，从这边射过去都是通透的，这是一个小。调校手电筒，这个就是一个，来像这个就是个紫光灯，啊，这是紫光，来用紫光射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经常看玉石的，这个两件东西，这都是玉石的，这个就是一个手把件，一个平安扣啊。挂在身上的这个就是一个印章，您这个两件东西卖不？卖要多少钱才卖喽？这个要多少钱才卖？这个起码1000块钱啊。这个要1000块钱啊。这一个呢？这个2000块钱吧。这个要2000啊。嗯。这个1000、2000、3000块钱了。嗯。这个玉石章子的话2000块钱，也差不多。但是这一个啊，这一个的话，我应该给你1500块钱。1500块钱。这里2500啊。谢谢老板。这里1500，这里等于3500块钱。你本来只要3000块钱了，那这个东西完整啊，这个玉石好啊，就应该给你1500块钱啊。这个给你2000，一起给你3500块钱，给你加了500块钱，好吧？500块钱。因为你们保存下来也不容易，人也给我送过来了啊。那我就给你3500块钱，好不好？3500块钱啊！感谢了啊！谢谢老板。祝身体健康啊！谢谢你。